3、2、1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拼得这么少人看啊？难道我变得这么帅吗？我真的很肥啊，我的样子真的是很丑很丑。你很没礼貌哎，是一样灵魂，一样的帅气。我是丑八怪啊！我一毛钱都没有，没有钱去整容。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怎么办、啊。什么？这么有能力？奇怪，都在我家门口有这两个东西。八点，我战友，我是战神瑞水，今天又做开箱惊喜，比较有故事性或者是搞笑剧啊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做搞笑剧，如果单纯开箱的话，我觉得是没有意思了。好了，今天我要做开箱海西罗这些特别的物品啊，因为我是看到是艾雅影片的大力人物第五集啊，好像是第五集的话。大家好，我是 Hinaya， 就是 Hinaya 那个那一集了，对，就是他。待会儿我等一下体验一下，然后一天一天测试一下先。然后这个呢是去除我的痘痘，有时候我也生痘痘啦。你看，你好像 baby face 有点肥，我真的很不帅。其实这个我看了啊，先做体验先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效果。好了，黄金可以是个时间呢，我们抓紧时间来吧。用这个 baby face。他说我这个接着先重新脱有问题，有点可惜。会死掉的。超级无敌看，你看看我的脸，这个是去痘痘，要注意哦。看到放进水柜，如果是夏天的话要放进水柜，现在雨天应该不用紧。看一下。对，不过他跟我讲很油哦，他就跟我讲晚上擦一下比较好，因为要好一点。所以等待效果先，第二天我们见。所以现在开始涂 V 型面膜，我现在昨天才看到我的 footage， 还是一样，去痘痘。差不多几分钟后，它会慢慢消融。明天见，这第四天。想知道，如果要给我知道，下方留言给我啦。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偶像是谁了。然后看看我痘痘有没有，好像不，就完全不见了。其实慢慢有效果啦。
OK， 明天见吧。好了，各位，现在肿一个礼拜哦，我不知道我的脸到底怎么样了，我们看一下吧。一、二，好像有改哎，真的有改 fishy 样子，真的。如果你们要看我 original， 我会等一下我会剪辑给你们看那个差别吧。我觉得真的有反应耶，真的超级无敌好用了。谢你啊，Hinaya呀！如果你要买的话，去找那个大力的物 Hinaya 呀。好，影片到尾了。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这影片的话，记得按 like share 给我看。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，记得按 subscribe button。如果你是看到订阅，你也按下去。如果你是忘记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那个门铃。放心，这个五个 button 不会有的。如果他真的有你是，你跟我讲，我这个 fish 已经是很尖了啊，我跟他大力的插下去。大力的。没有，开玩笑吧。好，来到我们新的一周，拜。